那这样，这个本来我是一开始我玩这游戏之前是打算先看一下别人的视频，然后稍微这个减轻一下这个恐怖程度的，结果昨天玩了一下确实不怎么恐怖啊，所以说我决定不看别人视频了，自己第一次摸索着玩，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大概是全程我基本应该是能保持淡定的，就昨天那种恐怖程度来看，因为这感觉这挺光亮的地方没什么可怕的，做好心理准备。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游戏做的不如这个正片恐怖，还是因为我适应过来了，我感觉是我适应过来了。好像要从这儿钻过去吗？确实贴着边过去，我感觉像这种贴边走的地方很可能会有人从一侧把我拽过来之类的吧。没有啊，对，这周围也没什么能拽我的地方。你难道有真我靠，他居然没攻击我。对，这个逃生 DLC 这个告密者是前传性质，有同学以为这是逃生二，实际上完全不是啊。有电池吗？没有。我脸前一直出现这个罗夏测试的这个图案，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自己这影子。哎，这里有。哎，过不去啊！难道需要钥匙还是？应该能从一侧绕过去才对啊。柜子，难道？没事，现在这好像是一条挺亮的路。等我，先确定没东西再。有光的地方我不看，因为有光的地方我不怕。先来有光的地方啊！电锯的声音，难道？没什么，确实有电锯的声音。我感觉，你关门干嘛？难道是？哎，有同有小伙伴吗？但是就算有小伙伴，我也得先。哦，糟了，我怎么感觉这游戏稍微有点恐怖了？昨天晚上我明明都适应过来了，怎么回事？难道我？不行，我。对，我跑！我靠！我靠！你怎么在这儿？我靠！啊！对不起 ，sorry，I'm sorry。赶紧走！完了，快晕倒！柜子！滚！好像没追过来吧，我就知道会有，我现在不敢出去啊，好像没追过来，往这边来，这边，哎，电池，太棒了，电池，靠，又没电了。我靠，没电之后完全一片漆黑啊。他不会追过来吧，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不是，我现在主要是找不到该往哪儿走，我如果知道出路的话我会非常淡定的过去，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出路。
搞清楚该去哪儿。房顶上我看看有个通风口，但我很确定不是走这儿。他是从那边，把门已经撞开了。那我走这儿吧。靠！他们！现在我只有这么几个选择。没事，我跑得比他快的话，说不定我能。对，他刚才从哪儿出来的？有谁记着吗？我忘了他从哪儿。这个电锯的声音，我真心受不了。好像就是 S 在这儿，我记着。哎，这是，哎，这不就是？刚才这门怎么开了？我不是有柜子，太棒了！就在这屋里，我看见他，我看见他了。没事，没事，没事，我能跑得了，我能跑得了。啊、我要翻过来，把门过，要不就开门。我靠，开不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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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吧？哎，可以过去，可以过去。安全了吧？差点忘了，这种细缝是可以钻的。我觉得还是过去比较好吧。有电池吗？有人吃饭吗？我走吧，我走，关上门，关上门，让他们俩慢慢从厕所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有可能在打桩啊，活塞啊，管他们呢。又快没电了，怎么这电量耗的这么猛啊？我该跟着血迹走吗？哎，我靠他！我靠！找到主气阀，关闭瓦斯进入的。我靠！我手一抖，点了好几下鼠标，好歹我没点到这个。啊！保存中，没事，死就死，我不怕死，死了多少年后我还有一条好汉。没事，死，记住了，死没关系，别害怕，害怕的话关系到我个人安危，并不是这并。不是这货的安危了，关系到我自己的安危，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说，那有扇门。哦，有个文档，缓口气，缓口气。趁现在也喝口水，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算了，不小心点错键了，点成二了。我靠，我想点 F 呢，我想把这个什么关 DV 关了呢，夜视关了，没想到换成电池了。没事，刚才我看到有人说这开门杀了，所以说我不怕。哎，没开门杀吗？这不，难道有人撞门？绝对有人撞门。我决定。确实有人，我靠，我没法出去啊。怎么办？他撞门，我怎么活出去了？
友军啊，不是不是，同伴。哎呦，看了你可真他喵的亲眼。蹲着过来，我还以为他刚才已经给我个预警了，21237，难道让我去这个房间吗？哎，电池，先确定外面没人，我再。没有，也没有。他刚才在撞的就是这扇门，估计我过来的时候他会撞门出来。哎，打开居然一万，我还以为会突然撞出来，吓我一跳呢。我靠，这游戏越来越黑了，我不想玩了，行不行？我觉得得上这边来，这游戏基本就是让我往黑的地方走，但我真心不想过去。对，我先研究好地形，我先从亮的地方研究好地形的话，我就不怕了。没人的样子，床底下能躲吗？能躲，太棒了，这样又多了几个隐藏点的话。这么多没人而且能藏的地方，哎，这个好像不能藏，没有床。最后这门开着，我自己的左手又吓了我一下，一个人都没有这房间里啊。哎呦，别提多安心了，看来确实要到这边了。我决定先开这扇门，哎，这能上去，太棒了。靠，直接就下来了，而且又没电了，我电池最多就三节，没再多过。这也能上去，也就是说我一会儿逃命的时候可以走这儿，我觉着。哎呦，后面来人了，后面来人了，窗帘能走了，这没法，这能上去，这能上去，没事没事没事，他来吧来吧来。我靠，别，对不起，我怎么办？这我们找门找门找门。没路了，没路了！哦，这能过去。没电池，换电池，换电池。哎，居然没人过来。话说，我从这儿，我能再回去吗？逃跑的时候，我从这儿回去的话，说不定。哦，能行能行，这样的话，我一会儿从这儿逃走。慢慢开门，也没人，也没人。要是有电池就好了，但我现在也不奢求电池了。这种开了一个缝的门走，感觉特别危险，你知道吗？对面，对面，让我先看一下，好像没什么。哎，我到底这是哪儿？我这跑哪儿来了？果然，我以后还少做恐怖游戏吧。
这个房间好像氛围不错啊，感觉好像……总之我先关门。这个房间气氛比之前好多了，前方有东西吗？我看到评论区好像有人说什么前方什么东西，我先看这个文档文档文档。前面有看门杀，多谢这个同学提醒。是这扇门吗？什么声音？我好像……打开这扇门，随时准备逃走。这周围有什么能藏的地方吗？没有，我感觉就是那扇门，因为我听到好像有什么脚步声。我能不看那扇门吗？我想到里面那个房间去。只要做好心理准备的话，我还是会被吓。我感觉我就算做好了心理准备，没事，我先不出门。我靠你！谁他喵刚才说开门啥的？我靠！这是一个正常人啊！哎呦，太棒了！电池，电池，太棒了，真太棒了！这电脑都能用吗？这门，哎，还真能打开！我还以为这是开不开的门呢。关门，关门。这个液体是消毒用的吧？哦，这扇门难道是你是指的这扇门开门杀吗？里面红乎乎的，确实有可能。也没有开门杀，这电脑能用吗？电锯的声音，电锯的声音。这有柜子。又是那个拿电锯的，我靠，我真够了。要不然咱今天先到这儿吧，我觉着。我确实不该那么猖狂的。我真是一开始玩那一点，我真以为自己能适应过来了，完全不害怕了。但事实证明我的喵。开门杀，开门杀，开门杀。我做好。没有啊。说好了开门杀呢？这里好多路可以走啊！不去那边，我到这边来。对，这种比较暗的地方，说不定能。前面这黑漆漆一片的地方不想去，我没事，这是服务器房间吧？哎，有电池，终于得到4G电池了，有柜子。先关门，先关门，我换一下电池啊！啊！我只要记住哪有东西可以藏，我从哪来的，干往哪走。又是电锯，又是电锯，哪儿呢他？不是，光能听电锯声音，看不见人，这种是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还好说，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的话，我已经一步也不敢往前进了。前面有脚步声，后面有电锯声。我他看见我了，他没看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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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糟了，我头晕了，头已经开始。眼睛冒金星了，头晕头疼，不行，今天到这儿，今天真得到这儿了。抱歉，我真是不去，受不了，天心，受不了。而且我退出的话，估计不会再忍受看打开柜子他在不在，他究竟在不在这儿这种问题的困扰了。因为我重新再入的话，他肯定不在我面前，我肯定会。所以说，真是不行了。反正这期先到这儿吧。虽然时间确实比较短，但我真受不了。电锯的声音，我已经不敢再从那儿动了。我告诉你们，我绝对不敢从那儿出去了。外面又有电锯的声音，靠，昨天怎么没事呢？我就纳闷了，昨天多淡定的状态，昨天完全没有吓出现在这种症状了。昨天有活人是这个原因吗？好像是昨天铺垫一开始那完全不恐怖的场景和活人的铺垫有关系，我感觉。这个小被坑了，被游戏开头那不恐怖的气氛给坑了。电锯声音怎么越来越近了？我靠，他不会找过来吧？我感觉。没事。我靠，真心不敢出去外面那个电锯声。谁敢出去？谁有这么大胆？我靠！